我不喜欢是美女啊。嗯啊。哎，你们是？我们是袋鼠，袋鼠加绒卫衣。这袋鼠，这老板，袋鼠这老板讲究啊，讲究啊！你知道我兄弟们喜欢看啥吗？袋鼠啊，这袋鼠每次怎么都叫的都不一样，怎么搞的？不是不一样，叫的都是女的。袋鼠每次我卖的都是他们男装，为啥你叫个女模特？好，啊，嘴唇重新上，叫的好。叫的顶呱呱，呱呱叫。老妹多高？177。穿个鞋呢？3厘米。三厘米穿鞋多高？180。你多高，老妹？177。穿个鞋呢？179。好，比一下脚，恒哥。啊，说我1.7米。来，你媳妇来了。没。开玩笑。别吓我。我怕啥呀？我跟你说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好啊，说都不用说。那你再去站一下，比一下身高。哎，啊，比一下身高，比一下身高。不管什么来不来啊，今天就听完老子来，我都要跟他站着。来，嗯，这个是你一米几？179。啊，这个我这个行，我拿衣服，拿衣服，不是，我拿下这个衣服去，拿下这衣服。哎，衣服，拿下衣服，那衣服多白，跟我一样白。听着啊，第二个，大家只听就行了，听，啊，听啊，听一下就行了啊，再比一下，我喜欢等死，你这不是胆子挺大吗？袋鼠啊，袋鼠叫什么来着？可以看他这个衣服啊，这叫什么衣服啊？袋鼠，奥利绒的，奥利绒就是它两面都是同样的绒，看到没？都一样的，叫什么？卫衣。卫衣，我穿黑色，你穿白色。我看掉不掉毛啊？那肯定有一些浮毛，有一些浮毛。不掉毛。就不能不怎么穿的，老板？怎么穿的这个？就这样。就我身上穿。怎么穿的？这样的。然后呢？对，老板，你帮着穿。对。手怎么搞？啊，这样。头怎么穿？你帮我套一下，让我套一下，老板。啊，好。对。哎，套。好，说了不要他们俩穿，非要你就乖点吧，你真的忍不住嘛？哦，这还挺好看的啊，挺好看的卫衣啊。哎，不是，老妹儿，不是这个袋鼠这个品牌方啊，是真的讲究。嗯，真讲究。你穿一个白衬衫，你说什么？你品牌方不光讲究，我们老板还要给大家来一段才艺展示。好，你会什么？会跳舞。你不，你随便扭一段，我看你的老板让你在我们中间，你跳什么舞？跳爵士。完，就灵活。怎么这个怕来，这个来不了，这个来得了。这个能跳，这个能跳，能跳吗？这个能跳，这个能跳。那个我问一下杨总，这样你问一下你媳妇，问一下杨总，看能不能跳。我已经忍烦了。出去吧，我给你找，我媳妇找给你啊。看一下，可以吧？这个是袋鼠老板讲的吗？袋鼠的，你们这日常价多少钱？哎，还没来了，149。要就看啊，好，先买的白色穿一下，我穿什么啊？两面都是一个绒，看到没？都是一样的啊，对吧？有啥说？就是比较单一的品，就是那种黑的、白的。对，是的。圆领的啊，圆领。圆领啊，多少钱？都是绒是吧？79.9，上车。圆领巾。非要给我们干。杠杠杠！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。杠来杠去，杠不杠？我穿的多大的？你穿的是2XL好像。79.9。我穿的是2XL呀。79.9。穿到一样领巾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码。尺码，我现在穿的是2XL。你穿的是 XL。哦，叉，我穿的XL是吧？XL是。那这个尺码的话就正常尺码。我如果穿的XL，因为我正常也穿XL。145.1。啊，香精也有啊。吃包是谁？不要。哎，它的两面都是这种绒的啊，都这种绒的。哎，老妹跳什么舞？跳吧。跳，能
伴个奏吗？啊，伴个奏来，伴个奏来，给老妈戴个耳机。老妈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放什么歌？耳机，耳机戴上，耳机戴上。这个能自己选歌吗？戴这个，戴这个，戴这个，没事。这样这样，他放我放什么歌，他跳什么舞。好，好吧，我来放一首歌。兄弟们，79.9啊，79.9，两面都是同一个绒啊，你看到没？这个，他这个应该就是不会这种起毛了。你看，因为他这种是这种绒的啊。老弟，你看我这个歌行不行啊？好，我放什么歌，你跳什么舞就行了嘛。嗯，好。萝卜。啊，对，这个放错了，放错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你放什么？哎，我早上去了。你能不能好好放个歌？啊。跳了，你们跳了啊？跳黑啥？跳啥黑头鱼？不跳黑头鱼。七十九啊，这个日常价100多的，兄弟，袋鼠的，贴个袋鼠牌都得多少钱了？是不是？79.9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说句实话啊，这个品牌方。这10000，1-2块钱，那不止，1-2块，1-2块是吧？嗯，来，准备开始，真正1-2块钱。没事，带我。你先别急，你跟他上一下，那他有点多，不是有点单独了，孤独。兄弟们需要我上吗，兄弟们？我跟你说，我把大门关上，要不？没有，我要把关上，我就把关上。门关上，我就关上啊！啊，先把门关上。你这一个人跳有点孤独，孤独了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，你是个双舞，啊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那还是换那首歌吗？不能开门啊！那就这个吧。等一下，老妹，你让开，开始吧，来。别急，别急。这歌行不行？哥你等一下妈，这废了！太狠了，太狠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有去医院去的？没事没事。你说了，你这肺怎么住？要不再来一下？鬼！大洋上，我是不行啊，兄弟！来，把那五粮液拿来。我上了，我就看不到女儿了。兄弟们，五粮液给你们加1000单，好吧？啊，我们这个东西都要 VR 的，德福呢还正在问他要，五粮液要1000。老妹儿在了，老妹儿在了啊！多少钱？79，79.9，上车了，兄弟们，有需要的拍一下。这个卫衣啊，